而离开家2个月了，父亲却一点都没发现，他只是有点好奇，从前那个喜欢跟在他身后的丫头，为什么最近都没有出现了？想问问管家，却连孩子叫啥名字都不记得了。如果妻子还在的话，他们原本可以是幸福的一家人，可就是因为那个女儿，他才失去了一切。想到这些，刚刚的好奇也全被愤怒取代。他最好永远不要回来。殊不知，扎利兹也是这样想的，灵魂被折磨了400年，他决定要让整个国家陪葬。干不过老子，就从小的下手。为了报仇，他勾引了仇人的儿子。初次见面就穿的一点也没有老师的样子。 可偏偏男孩就好这一口，虽然没说话，但在他沉默的注视，扎利兹知道他动心了。怎料他爱的再深沉，也只是女孩的复仇工具。原来眼前看似15岁的女孩，已经活了400年了。在那些生不如死的岁月里，他被皇帝每天投喂怪物的碎片，直到成了一把杀人的利剑。为皇族开疆辟土，立下丰功伟绩。然而却没人知道利兹的痛苦。他根本不想杀人，可皇帝却用家人的性命威胁他。就这样，他在地狱里挣扎了400年，期间他无数次祈求神明再给他一次生命吧。他真的不想再做一把受到诅咒的剑。终于在一个清晨， 他实现了愿望，看着镜子里年轻的自己，利兹知道报仇的机会来了。他要一步一步的将整个帝国毁灭，让帝国的子民都为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而感到悲哀。满腔的恨意让他红了眼睛。可在最初的时间里，他也不过是个爱笑的女孩。作为公爵唯一的女儿，他本应得到所有人的偏爱。然而父亲和哥哥都把母亲的难产怪在他的头上，但即使从未得到家人半分关心，利兹依然选择义无反顾的追随在家人身后。他努力学习剑术，甚至是比哥哥们还要厉害的天才。他以为只要成为出色的剑术大师，就能得到家人们的认可，却没想到 让自己跌进了无尽深渊。现在想来，那是多么可笑！不爱你的人怎样都不会爱你。他选择在生日的那天来到母亲的遗像前，彻底告别了以前的自己。他清楚的知道，他选择的是一条无法回头的黑暗之路。可是他永远不会后悔的。 虽然他的身体焕然一新，但400年来累积的魔力却还在，这让利兹拥有强大的气场。他只用了2年时间，就成了皇家教师。在去往皇宫的马车上，他将自己的计划再次复盘。他决定辅佐13皇子迪伦，助他登上皇位，然后把他变成暴君，完成他复国的心愿。但迪伦为人聪明，行事又小心谨慎，想要获取他的信任并非易事。但利兹却很有信心。首先，他今天一袭白裙，头上还点缀了蓝色的花环，优雅又不失美丽，就像迪伦的母妃那般。听说迪伦非常爱戴他的母亲，这么穿一定没错。果然，他从进来到坐下。 男人的眼光一直追随，不曾落下。但利兹知道，仅仅如此还不够。他主动问了大家都好奇的问题：殿下，您有什么想问的吗？比如我为什么成了您的老师？毕竟一个失宠已久的皇子，竟还有人愿意辅佐。他早就准备好了答案。然而男人却不吭声，只是礼貌地和他握了握手。怎料双手交碰的瞬间，女人轻轻捏了一下他的手掌，男人顿时愣了3秒。之后他们坐下一起喝茶，就连蝴蝶都跑来凑热闹。这也是利兹的小手段之一，抹了蜂蜜的花朵。 蝴蝶怎能不喜欢？对任何人都不感兴趣的迪伦简直看傻了眼。怎料在皇宫的第一晚，扎利兹就遇到了刺客，他只是轻轻一划拉，那人就倒了下去。闭眼前都还不敢相信，明明说这女的手无缚鸡之力的，谁想到上来就送了人头。他却有点担心，进宫的第一天就杀人，一定会引起不小的麻烦。为了隐藏自己的实力，扎利兹用魔法毁尸灭迹。刺客不可能只派了一个人，估计迪伦也遭到了暗杀。不过凭他的能力，应该可以处理得很好。扎利兹猜的一点也没错，安静的走廊里，迪伦正拖着嗝屁了的人向外走去。一转眼，他教授迪伦剑术 已经一周了，可男人对他依然有所保留。他们就像是谁与油一般，看似有交集，实则却是两个世界的人。就像此刻这种程度的训练，对他来说明明就是小菜一碟。他却装出平庸的样子，寝室需要休息一下。这戏演的连他都佩服。 最近他也从宫女那里打听过，对迪伦的看法，大家对他的印象无一例外的都是天真安静。明明是只嗜血的老虎，偏偏要装成单纯的兔子。扎利兹忽然想问问他，殿下打算一直这样生活下去吗？他知道不会得到答案，所以问完后甩了一个笑脸，便独自离去。有的时候话说不清楚，反而比说清楚更有作用。回到房间后，扎利兹又发现一件事，侍女用来给他梳头的香氛，一股浓烈的玫瑰臭，味道还不错。贵族对奢侈品的需求本就旺盛，这说不定是个不错的商机。这个粉香丝是你做的吗？味道很高级哟。如果我有足够 够的钱就能资助你成为调香师了。第一次被人夸奖的小侍女，直接羞红了脸。他没想到还有人这么赏识自己。其实一开始得知自己被安排来服侍宫女，他内心是万分拒绝的。一个客死了母亲又不受其他家人待见的人，一定很差劲。可通过这些天的相处，他才发现原来小姐是个善良热心的人。就像他不知道，这一切都是扎利兹特意表现出来的。在这皇宫里，能收买一人为自己所用是非常有必要的事呢。看似柔弱的公爵小姐，却是400年来顶级的剑术天才。九皇子不敢置信地看向扎利兹。刚刚他还嘲笑女人是家族的耻辱， 试图有虚名的名誉歧视，却没想到女人隐藏的实力竟超乎了他的想象。明明穿着不合适的衣服，拿着300斤的剑，却把他手下最厉害的护卫直接打出了屎，地上已经血迹斑斑。九皇子现在内心只有恐惧，他在后悔怎么招惹了这个怪物。在所有人震惊的眼神下，红毛对着扎利兹跪了下去：“是我输了。” 浑身发抖的九皇子，此刻再也没有先前的嚣张。他颤颤巍巍地走向女人：“我为我的无礼向你道歉，我不是有意侮辱你和迪伦的。”说完，不等扎利兹反应，就慌慌张张准备逃跑。怎料没跑出几步，
就被喊住，把你的护卫一起带走。他的伤顶多一个月就痊愈，经此一战，没人再敢小看十三皇子的老师了，就连迪伦看他的眼神也发生了变化。他慢慢靠近他，然后只用他们俩听到的声音：“老师，你为什么会觉得我这样活着没意思呢？这还是迪伦第一次向他发问，无非是在暗示女人你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所以他必须要好好回答，因为我和你其实是一类人。”迪伦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就知道自己一定会成为九五之尊，即使没有人知道他的能力，他依然运筹帷幄着一切。扎利兹也是这样的人，因为太过优秀，他反而羡慕普通人的生活。 您讨厌轻而易举得到的一切，您很好奇普通人的生活是不是更完美？可当您真的尝试过后，又感觉不过如此。女人的每一句话都重重地砸进他的心里，无一例外，全都说对了。所以您要不要试着对我卸下防备，让我能真正的走进您？扎利兹不知道自己的话有没有用，不过当晚他就从房间听到琴声，又那么恰巧是从迪伦的房间里传来的，是一首很有名的歌曲。他讲了一个作曲家与一个女孩初相遇，然后他爱上了女孩。怎料后来得知女孩是个间谍，接近他也是带有目的的。扎利兹边听边想，用这歌来比喻他俩的关系。 也挺贴切的，说明迪伦动摇了，那代表他的机会也来了。他之所以没有，一重生就立刻当迪伦的老师，就是等迪伦母亲，七皇妃逝世的这天，算日子，再过不久那女人就该死了。而他死后的遗言，竟是让儿子小心低调行事，这也成了他的人生信条。所以在最后的王位争夺战里，男人不争不抢，反而帮五皇子继位，然后在幕后操纵他。如果七皇妃当时写的是，无论如何都要当上皇帝，那是不是就不一样了？或者这次他能救下迪伦的母亲，说不定就能改变历史呢。妹妹一个月没回信，他恼羞成怒，这个家里最关心 明明只有自己，他怎么能不理他呢？听说还把他的信扔了回来，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按照以往，妹妹收到信后不该是万分激动，然后来谢谢自己，怎么对他这么好吗？这样的变化让他乱了分寸。在餐厅里大吼大叫，引来了公爵。吵吵闹闹，成何体统？他道歉后，犹犹豫豫，还是说出了疑问：父亲， 你最近有没有听说扎利兹？话都没说完就被男人无情打断，吃饭的时候为什么要提这么倒胃口的话题？说罢，公爵起身准备离开，抬眼却看见缅怀妻子的百合花。对已故之人情深几许，却容不下自己的女儿。这样的男人真的深情吗？另一边的扎利兹却很忙，今天是他第一次拜见迪伦母亲的日子，所以他格外重视，大到衣服颜色，小到珠宝配饰。扎利兹都做了很多功课，好在没白费功夫。迪伦看见他时，小脸瞬间红了，之后两人来到七皇妃的宫殿，华丽的布置看得出来迪伦的用心。而躺在病床上的女人 更是让扎利兹忍不住感叹，即便缠绵病榻，可七皇妃依然风韵犹存了。迪伦也难得话变多了，或许是怕母亲无聊，他将外面世界的事一一讲给他听。七皇妃也配合的微笑，可以想到不久后这个女人就会死于剧毒。扎利兹也不禁难过起来。 唯一能解救他的便是西露草，但那是皇帝专用的稀有物，哪有那么容易得到？不过每年皇宫都会举办剑术大赛，冠军可以向皇帝许一个心愿，要是他也去参加，赢了的话就有机会拿到西露草。迪伦又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正这样想着，就听见七皇妃在喊他，他落落大方的样子，女人似乎很喜欢，甚至还握了他的手，感谢他教导自己的儿子。七皇妃似乎是一个很不错的人，可以想到即将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扎利兹更郁闷了，导致晚上他又做噩梦。前世作为魔剑，他杀了好多人，可那都并非他本意，那份愧疚一直折磨 直到一个惊醒，他才发现自己哭了。温热的泪水从他的指尖划过，起来洗了一个热水澡，他才平静下来。眼下最重要的是如何参加剑术大会，他这样去肯定不行，要是有什么能遮住他的面貌就好了。这时，小精灵飞了进来，查理兹，我们可以帮你。 为了救人，他决定女扮男装，掩藏一头乌黑的银发，化身温柔帅气的小伙子李兹，一路披荆斩棘，杀到半决赛，更是直接对上家里的大哥亚肯。他还是罗南家族唯一的晋级者，说来也是可笑，父亲觉得他是女生，不配用剑。明明他比两个哥哥都优秀，却只能躲在房间里羡慕。可现在他能轻松打败哥哥，一眼就看透他的招式。死板僵硬的进攻，要不是比赛规定不能杀人，恐怕亚肯早就死在他的剑下了。看着被刺破的铠甲，男人第一次陷入恐惧。他已经使出了全力，却未伤李兹分毫。在这样的纠结中，裁判宣布 比赛时间到，由于未分胜负，两人双双晋级。可这对于再贵族里战无不胜的亚肯来说，无异于是一种羞辱。夜晚热闹的庆典里，扎利兹躲在一旁吃瓜群众正在压住，有人出10万金币买亚肯赢。李兹不过是个刚出茅庐的青瓜蛋子，要不是亚肯让着他，他早就输了。扎利兹悠闲地喝着茶，他才不在乎别人如何评价他。怎料抬头就看见了迪伦，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刚好男人的目光瞟了过来，他不会认出自己吧？然而迪伦只是远远地看了一眼，便消失在人群中。扎利兹也趁机离开，丝毫没有注意到他走后，男人买了他的 我出11亞里兹银。第二天，亚肯一出场就惨败，扎爹气的中途离开现场，最终李兹对上了打败大哥的人。见到卡胡，他还是有点意外。前世他失踪后，家人无动于衷，这个他名义上的未婚夫却找了他5年。他不想让男人输得太惨，可冠军他志在必得。无意外的，他成为本场的 number 1。所有人都不可置信，一个甚至连身份都没有的人，居然打败了所有贵族。皇帝站在台上很欣慰，他询问李兹想要什么，无论是漂亮的女人，还是显赫的爵位，亦或是一枚免死金牌。怎料少年用只能他听到的声音，陛下， 我想要西露草，不过是可以消除疼痛的草药而已。皇帝没想到他要的如此简单，他甚至提出让李兹做他的专属骑士，这是多少人羡慕的机会啊！可李兹却拒绝了，他只想安稳度日，并且也不怕皇帝再来找他，因为他是查理兹啊，他知道母亲会死。
却没想到会那么快，所有医生出动都没找到能消除痛苦的方法。迪伦感觉自己的天都快塌了。这时，扎利兹出现了，就像一道光，成为了他的救赎。他拿着西路草，原来您参加剑术大赛就是为了得到这个。可是为什么这么千方百计的接近他？为等到女人的回答，又传来七皇妃病情恶化的消息。那段时间里，迪伦一直陪在他母亲身边。扎利兹听到的最后一句话是女人将儿子托付给他。最终，七皇妃没有遗憾的离去。他的吊唁会，除了五皇子。 无人出席，扎利兹终于能明白，前世迪伦是怀着怎样的心情扶持五皇子上位的。这七日，迪伦不吃不喝，扎利兹就一直陪着他，两人虽然没有过多的言语，可有些东西已经悄悄发生变化。结束的那天，天空下起了瓢泼大雨，扎利兹正准备回宫，却被迪伦叫住。是七皇妃的遗书，他犹豫着打开，上面的内容和前世截然不同。去做你想做的事，无论是什么，母妃说这是写给我们两个人的。我现在还没有想做的事，老师你呢？扎利兹感觉自己的心都要跳出来了。这一天，他终于等到了，只见他单膝跪地，看着他的王。 请您成为君王吧，我想成为引领您的那个骑士。明明吓着倾盆大雨，可他却觉得安静的可怕。他在等迪伦的回答，怎料男人突然也跪了下来，然后牵过他的手，那就请您成为我的人吧。我现在只有您一个了。他的脸上不知是雨水还是泪水，但扎利兹知道，他和迪伦已经完全信任了对方。之后为了隐藏实力，两人只能选择在深山里教学。看着靠在树边睡着的老师，迪伦的心里思绪万千。他怕老师担心，所以假装走出母妃离世的痛苦，早就脱下了黑色衣服。可老师还一直穿着，这时一片花瓣落在女人的鼻尖，似乎有点痒。 扎利兹抖了抖睫毛，迪伦蹲下身子，轻轻地帮他取下那片花瓣。清风徐徐，熟睡的女人又是那么美丽。迪伦在心里暗暗发誓，他一定要快点长大。无论老师有什么愿望，他都会帮他实现。风披爱上另一个风披，瞬间就麻了。原先皇位对他来说不过是徒有虚名罢了。 现在为了满足老师的愿望，他甚至可以嘎了亲爹助血，只要是老师说的，那就是对的。终于在韬光养晦的3年后，迪伦顺利登上了皇太子之位。扎利兹作为辅导他的老师，身份地位也水涨船高，令人讽刺的是，所有人都跑去恭维罗南公爵。您把女儿教育得真好啊，才20岁就当上太师了，一字一句落在男人耳朵里，无疑在打他的脸。他最不看好的小女儿，如今比他的儿子们都要有出息，真不知道心里作何感想。扎利兹叹了会热闹，就溜到一边。他果然还是适合一个人待着。怎料才刚刚坐下，二哥就带着家里的几爷子找了过来。 扎爹张口就质问他到底耍了什么手段，居然和皇太子扯上关系。这话亏他有脸问出来，他都离开家3年了，恐怕整个帝都就他不知道自己在给陛下当老师吧。见他没说话，扎爹更加得寸进尺。你最好低调一点，不要丢罗南家族的脸。以为他还是当年那个，任凭他们拿捏的小女孩吗？他微微一笑，开口说了第一句话：如果您能将我从罗南家族除名，那我将不胜感激。他眼神里的认真，并不像是在开玩笑。三个大男人瞬间哑口无言，直到扎利兹离去，都没有回过神来。迪伦找到扎利兹时，他正在写除籍申请。 男人只是看了一眼，并没有多问。今天的老师太美了，以至于他都看傻了眼，不知不觉，他的手轻轻放在了他的嘴唇上。老师，你这里有东西。他们的关系更进一步，这原本是值得开心的事，可扎利兹却莫名的紧张，总觉得哪里和以前不一样。夜晚，两人在寝殿里庆祝。查利兹许诺可以满足他3个愿望，无论是什么都可以。迪伦的第一愿望是帮他的骑士团取个名字，那是扎利兹无意间买下的乞丐，他们被训练得很听话，现在为迪伦所用，就叫做影子吧。谁能想到他喝茶时随便起的名字，日后会名震整个大陆。 至于第二个愿望，迪伦看着他，目光温柔的能掐出水。老师，以后要是我对你无礼了，希望您能原谅我。扎利兹并不觉得这是个愿望，像迪伦这样的君子，怎会对他无礼呢？没问题。那第三个愿望呢？男人话还没说，脸先红了半边。我。 我想听您唱歌。今天的迪伦有点不对劲，不应该说很久之前开始他就发现了。不过他还是决定先满足男人的愿望。如天籁般的歌声响起，新的故事也即将开始。他驯服了仇人的儿子，只为给自己报仇。可那个看似温文尔雅的男人，却是个不折不扣的疯批。他本以为自己是掌握全局的人，怎料不知不觉中已经成了男人的猎物。或许是已经意识到迪伦那异样的情愫，扎利兹有了新的想法。孩子长大了，是时候该找一个太子妃了。哈尔埃公爵家的小姐就是最佳人选。初次见面，红毛似乎对他敌意很大，还送给他 金鱼草，暗讽他陪伴太子的美好时光已经过去，识趣的快快离开吧。他的野心勃勃，正是扎利兹需要的。既然小姐您也有意于太子，那我可以帮你坐上那个位置。他拿着红毛的资料找到迪伦，话都没说完，对方就一个踉跄，仿佛遭受了天大的打击。他不确定地问了一遍又一遍：“你真的想让我和别的女人结婚吗？”得到他肯定的答复后，男人的脸阴沉得可怕。是不太舒服吗？扎利兹找了借口溜了。怎料第二天一早，就被红毛堵在门口，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推翻了昨天说的话：“我早就有心爱的人了，我一点也不喜欢皇太子。” 太师，您就放过我吧。和昨天志在必得的他完全是两个样子。扎利兹也不是没有怀疑迪伦，可他总觉得为了这点小事打破了两人的信任不值得。下午和迪伦见面的时候，他为自己看走了眼道歉。可迪伦却说起了另一件事，他要扎利兹对他起誓，请您答应我，以后无论我做了什么，您都不要离开我。他不懂他为何突然说起这些。直到男人吻过他的手，作为回礼，我也向您保证，我会在今年冬天起义谋权篡位。我发誓要把天下献给你。所以用这个换取您的誓言，可以吗？那样的小心翼翼，仿佛在呵护易碎的珍宝。而扎利兹却迟迟没有回答。夜晚，迪伦在梦中惊醒，他梦到自己和老师那。
他多想彻底的占有那个女人，而这边的渣利兹也是心烦意乱，只有练剑才能让他得到片刻的宁静。突然，术后出现了一个人，哥哥终于意识到对妹妹的亏欠，可女孩却早已决定不再爱了。看着妹妹和皇太子的对练，即便蠢笨如他，也看出了妹妹的天赋，可以说给太子当老师都是屈才。这些年，他和父亲都做了什么呀？不闻不问不说，甚至还亲手折断了他的翅膀。分明他可以有更加耀眼的未来的。原本他是来质问妹妹的，他有什么资格寄来雏菊申请书？这些年他吃的用的，来自公爵小姐的荣誉，哪一样不是罗南家族赋予他的？可当见识到妹妹真正的实力后，他才知道什么叫做大错特错。后悔的他当面找到父亲，父亲哪怕只有一瞬间。你有关心过扎利兹吗？是时候该放下过去，好好对他了。此话无疑是彻底揭开
他亲手推开了他，即便看到妹妹红肿的膝盖，他还是置之不理。然后和父亲大哥一起走了。他怎么会不知道那样做妹妹会伤心吗？只不过哥哥和父亲都那样做了，他为了合群，为了不像妹妹一样被讨厌，所以也选择做了施暴者。但现在说再多都于事无补，还不如切实做点什么。他向大哥提议，过几天就是妹妹的生日了，如果我们送她生日礼物，她一定会很开心的。奇珍一饱太容易买到，反而没什么诚意，就送鲜花好了。女孩子不都喜欢吗？黑玫瑰不错，还很适合她。两兄弟一拍即合，却不知道因为他们的决定，差点要了妹妹的命。太子庆功宴这天，扎丽兹和迪伦圣光出席，尤其是扎丽兹，一出场就成了焦点。金毛第一个发出了邀请：“我能请这位美丽的女士跳个舞吗？”按理说她该和迪伦跳第一支舞
漂亮的让他都领，他又怎么舍得对他生气，留下一句好好休息便匆忙离开。却不知道喜欢的女人马上就要面临危险，后悔了的哥哥想要求原谅，却差点把妹妹害死。终于等到妹妹身边无人，兄弟俩拿着黑玫瑰，自以为妹妹会很喜欢，可扎利兹开口第一句就是你们是想杀死我吗？他对黑玫瑰的花粉过敏，小时候就差点死掉，他都已经寄去除籍申请书了，这家人为什么还揪着他不放？愤怒的话还没出来，鲜血就喷涌而出。扎哥瞬间慌了神，不要碰我，也不要大喊大叫，他现在唯一能想到的可以相信的人只有迪伦了。失去意识的前一秒，他看到男人向他冲了过来，太师晕倒了，在场的人都炸开了锅，两位罪魁祸首还想说点什么，迪伦却投去杀人般的眼神。又是这两个人，花粉过敏只会发生在少数人的身上，但严重却会致死。丢下在场的所有人，迪伦将扎利兹带回了寝宫，他的魔力正在和剧毒融合，而目前能救他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往他的身体里注入新的魔力。您别担心，我会奉上我的一切。这边的罗南府也很热闹，两兄弟终于从乳母口中得知了真相，原来扎利兹的魔力和黑玫瑰的成分完全相克，魔力之环修炼的越精进，黑玫瑰的花粉在体内就扩散的越快。然而这件事公爵一早就知道了，但他觉得害死母亲的人有什么资格喊疼，所以命令乳母不得外传。高烧900度三天三夜后，扎利兹才醒了过来，床边是早已累瘫的迪伦。他没想到自己昏迷期间，男人一直在亲力亲为的照顾他，相信他果然没错，但他心里也很清楚，迪伦并不需要口头的感谢，他准备送他一个大礼。我要请10天假，我想去一趟温山山脉，那里魔物众多，人迹罕至，却也是不支持任何皇族，手握重兵的凯宁公爵的领地。迪伦没有迎娶太子妃，所以无法依靠外戚，如果想起义的话，只有拉拢凯宁公爵。迪伦虽然很疑惑，但并未追问过多，对他来说只要老师开心，干什么并不重要。当扎利兹出现在温山时，凯宁亲自出来迎接他，实在搞不懂这个女人到底想干什么，大费周章跑来这里，还陪他玩了好几把，不管是筛子纸牌还是西洋花棋，他都赢得很漂亮。但他不认为皇太子的老师会吃饱了没事干专程跑来陪他打赌。说吧，您真正的目的是什么？扎利兹索性不再卖关子，直接切入主题，我的确是来找你打赌，只不过赌局有点大吧。众所周知，凯宁公爵在找传家宝，但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却一直苦寻无果。我可以帮您找到传家宝，但作为代价，您的家族必须任我差遣。看似柔弱的女人，却除了整个森林曾经几万人都搞不定的魔物，扎利兹仅凭一己之力就解决了所有。当众人都认为她必死无疑时，扎利兹却拿着传家宝回来了，那是凯宁去世的夫人唯一可能留下的遗物。扎利兹找到了她，无疑是帮了凯宁一个大忙。他单膝跪地，向着扎利兹起誓，他将义无反顾地追随太师，愿任凭差遣。扎利兹心里更多的是激动，离他复仇的
计划越来越近了，他现在只想快点回到太子宫，把这份宣誓证明交给迪伦，希望他能和他一起感受这份喜悦。却没料到男人也给他准备了一个大惊喜。华丽的宫殿里，迪伦手里拿着丝带，一脸娇羞，他原是想在明天给他举办惊喜派对的。扎利兹愣在原地，久久没有反应过来，他的生日也是母亲的忌日，那天对他来说就像是一个诅咒，时刻提醒他自己是不受欢迎的。以前他都只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避免父亲和哥哥看到他心烦，可迪伦却为他准备了派对，还有好看的红色玫瑰花。他扶他到一旁坐下，想用温热的洗脚水洗去他这些天来的疲惫。老师，真的谢谢你来到这个世界。扎利兹的生日过后，他和迪伦一起去祭拜了七皇妃，这些天他们一遍又一遍复盘了作战计划，如果起义失败，他们只有死路一条。可扎利兹却很坦然，因为这天他已经等得太久了。回去的路上，迪伦问他可以叫他的名字吗？一旦成功登基，就没有人能直呼他的姓名了。那就趁现在，风很温柔，混着扎利兹动听的嗓音，迪伦光是这样被他叫着，男人都可以羞红了珠脸。扎利兹分明看到了，也明白那代表什么，可他还是选择装傻充愣。现在不是儿女情长的时候。当晚，他前世的未婚夫卡胡找到了他，最近发生的事情和他梦里的完全相反。扎利兹不仅没有消失，还成了太子的亲信。可梦里的那些事是那么的真实，就像是真的发生过一样。他曾在舞会上试探过这个女人，可他却否认了。但他有种直觉，这个女人绝对是重生了。她重回肉身后的一系列操作，秘密流动的资金，暗中培养的势力，都指向了一件事，她和皇太子正在密谋造反。当她找到迪伦说出她的推测时，对方居然承认了，甚至还询问她是否加入。她当然愿意了，即便很荒唐，但她不得不承认，仅凭那些梦，她已经爱上扎利兹了，不愿他受任何伤害。所以太师，我来是为了告诉您，明天的行动，德尔蒙家族请求加入。女儿要造反了，十多年对女儿不管不顾的父亲居然慌了，要是女儿出事了，他该怎么办？焦急的样子和往日那个冷酷无情的他简直判若两人。为了弥补自己的错误，扎爹决定带着罗南家族反了。可惜对于他的应援，扎利兹一点都不需要，他现在的心思全在魔物上。皇帝为了自保，放出了1000只魔物来打乱他们的阵脚，殊不知这对于扎利兹来说就是小菜一碟。他打算独自去解决，怎料遭到群臣的反对，这不等于去送死吗？他跳下战马，对着战士们宣誓，我的计划里没有撤退二字，魔物给我，你们去阻挡皇帝的叛军，这是军命，所有人立即执行。喽啰们激昂的斗志瞬间被点醒，大战一触即发。迪伦这边也轻松解决了骑士团，成功困住了皇帝，拿到了玉玺。他现在要去地下书库，那里存放着历代皇帝的秘密。随着各个方向传来胜利的信号，扎利兹也结束了战斗。他站在高处，前所未有的激动，终于到了这一天。他等了400年，这期间的步步为营，现在一切都变得真实起来。风吹乱了他的头发，他就像是夜里的杀戮天使，美得一点都不真实。只要等到迪伦把皇帝带过来，他就可以手刃仇人，结束这场疯狂的游戏。可4个小时过去了，他都没有等到消息。扎利兹脸色变得难看，跳上马向皇宫奔去。空旷的大厅门外只有遍地的贵族尸体，他忽然有种不好的预感，迪伦他该不会已经把皇帝杀了吧？他绝不允许自己多年的努力付之东流。其实皇帝已经被男人逼到了后山，他突然反悔了。刚刚在地下书库里，他看到了那个凯拉计划，把那些少女们绑架来做成一把剑，还真是荒唐。但自古帝王都不干净的道理，他还是懂。可他在最后一页看到了扎利兹的名字，这个混蛋居然早就盯上他的老师了。一开始他不懂为什么老师会对皇室有那么大的敌意，不应该说他恨的是皇帝，可怎么能让爱的女人脏了手呢？所以他决定亲手杀了皇帝。他以为自己驯服的是温顺的绵羊，怎料对方却是披着羊皮的狼，甚至比他都还要疯。原本扎利兹的计划是将皇帝的所作所为公之于众，再将其送上断头台，这样他们的起义名正言顺。然而事情却脱离了他的控制，迪伦给皇帝喂下了怪物的碎片，以起让他痛快的死去，这样不是更完美吗？老师，他一步一步的靠近他，语气轻松的仿佛地上那个人根本不是他父亲一般。扎利兹忽然很想逃，迪伦的变化打得他心烦意乱，以至于新帝登基的仪式他都没有去参加。直到卡胡的到来，他是第一位祝贺他成为帝师的人。其实仔细一想，迪伦是他一手调教出来的，他也是为了他才做到这个份上，他不该躲着他的。想清楚的扎利兹决定好好打扮一番，毕竟这是他和迪伦拥有新身份后的首次晚餐。黢黑无瑕的蕾丝长裙衬得扎利兹更加美丽了，某些男人看着看着又羞红了猪耳朵。光是喝酒的话有些无聊，所以扎利兹提议要不玩真心话的游戏吧，回答不上来的人就算输了，满足赢得人一个愿望。迪伦率先发问，艾希利特碎片到底是什么？这是扎利兹没想到的，不过他还是耐心地向他解释，通俗一点讲，那就是感染了邪恶的神的尸体。该他发问了，陛下您是如何看待吃下这种碎片的人呢？我认为他们没有任何价值。也就是说，迪伦内心其实是不认可神剑计划的。你对我是不是有所隐瞒？扎利兹觉得并没有，毕竟时光倒流这件事谁又会想到呢？这下又轮到他了，陛下你有心爱之人吗？男人并没有否认，很早之前我就爱上那个人了，据他所知在迪伦身边时间很久的异性那不就是他自己吗？那你呢？你有吗？不知道为啥听到这个问题，他脑海里想到的人
居然是卡胡，可他很清楚，那绝不是爱情，只不过是一种感谢。在他失踪的日子里，只有那个人坚持不懈地寻找他。他坚定地回答没有，然后提出最后的疑问：我能知道您爱的那个人是谁吗？迪伦慌了，他有种直觉，一旦扎利兹知道了，一定会离开的，所以他选择认输，却不知他慌张的掩饰，恰恰证明了扎利兹的猜想。而另一边，红毛又接到了刺杀任务，对方出价一亿买帝师的小妹，红毛觉得他疯了，那可是扎利兹啊，徒手撕了一千只魔物的女人。别说一亿了，就是再给他几亿他也不敢接。不光是帝师，以后罗南家族的人都统统避开，可不能惹祖宗生气啊。灭妹一时爽，追妹火葬场。自从新帝登基后，罗南家族就成了众人巴结的对象，可没人知道扎利兹已经撇清了和家族的关系。扎爹心里还抱有一丝期待，说不定女儿寄来除籍申请书就是为了替家族开脱。大哥亚坎让他清醒点，扎利兹就是不想见家里的人才跑去给十三皇子当老师，况且我们之前一直都把他当作杀人犯对待，他怎么可能原谅我们？现在只能寄希望于时间，希望能抹平一切伤痕。这边的扎利兹正准备更换寝宫，原则上师生二人应该生活在同一座宫殿里，但他没料到迪伦居然把紫丁香室分给了他，这是皇宫中最安全的地方，类似于人心脏的位置，本该是皇帝居住才对，这样超乎寻常的好让扎利兹很不适应。下午的剑术课，他改变了上课方式，练习的剑都涂上了剧毒，他要和迪伦来一场赌上性命的实战演习。可男人知道这是扎利兹对他的试探，如果他不爱他就会拼尽全力，但他做不到让心爱的女人受伤。他的一个慌神，扎利兹的剑已经抵上喉咙。陛下，请您集中注意力，结局可想而知。他的想法再次被他看穿，扎利兹找了个借口离开。还记得13岁的时候他第一次听到迪伦的琴声，那时的他就像一张白纸，他可以任意描绘，可现在他越发看不透了。孩子大了，心里装的事多了，可他从来没想过自己的学生会爱上他呀。就像此刻明明是处理政务的时间，迪伦却跑来教他弹钢琴。指尖相碰的一瞬间，扎利兹感觉麻麻的，说不出的异样，直到男人的一句老师，他才回过神。他刚刚在想什么他自己也说不清楚，看来逃跑的计划要提上日程了。第二天的贵族会议上，关于废帝的残余势力正在和魔塔勾结的消息传入了扎利兹的耳朵里，说不定能从中获得关于凯拉的线索。他欣欣然举手，这件事就交给我吧。许多人只知道扎利兹是陛下的老师，对他本身的实力并不了解，这么重要的任务怎么能交给一个女人呢？然而话音未落，就被扎利兹的一个眼神吓到闭嘴。我也可以帮忙帝师大人。卡胡也站了起来，很明显他是想力挺这个女人。帝国最受关注的两个年轻掌权者都想接手这件棘手的事，一时间会客厅鸦雀无声，只等着皇帝的决策。我相信老师的决定，希望少公爵能好好辅佐。东皮皇帝喜欢自己的老师，却只能看着他去情敌家借宿。好在这就是场政治合作，最多三天老师就会回来。可扎利兹却不这样想，要是能通过这次活动让迪伦以为他喜欢卡胡，那就更好了。他的目的是让帝国灭亡，而不是纠结什么儿女情长。他又岂能料到不管是皇帝还是卡胡都对他早已无法自拔。时间一晃，三天的围剿顺利结束。扎利兹刚回到皇宫，迪伦就迫不及待地跑了过来，看到女人身上穿的是他从未见过的衣服，他拼命控制住想要撕碎的想法，只能笑着询问他这几天过得好吗。当听到很开心三个字后，迪伦又问了一个问题：老师您喜欢卡胡公爵吗？扎利兹当然知道他这是在试探自己，或许他亲口说了那句话他就会放弃吧。是的，我很喜欢。迪伦嘴巴上说着祝福，可握他的手指却渐渐用力，很明显扎利兹也感受到，但他选择继续装傻。第二天是皇帝为他和卡胡准备的庆祝舞会，扎利兹一袭白色纱裙和卡胡挽手走来，或许有点不习惯，他提出自己先去拿点吃的，怎料他前脚刚走，迪伦马上就见缝插针：老师，我今天来是为了向您讨回曾经被人抢走的第一支舞。不说他都忘了，皇太子的册封宴上他和卡胡跳的第一支舞，可以吗老师？男人近乎恳求的语气让他还是心软了。那就跳吧。迪伦拉着他走向舞池，一黑一白的服装衬得两人更加般配，所有人都看傻了眼，简直就是赏心悦目。只有一个人惊讶地看着这一切，前几天他信任了十几年的服装店老板娘突然拒绝帮他制作礼服，而此刻陛下身上的燕尾服和他让老板娘做的一模一样。他心里冒出一个疯狂的想法，难道陛下喜欢帝师大人？甚至为了验证，他特意等到两人结束后找到皇帝。陛下，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和帝师大人结婚，毕竟我们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迪伦嘴上说着只要老师愿意他可以成全，然而冰冷的语气和青筋冒起的手暴露了他内心的真实想法。果然陛下喜欢帝师，仔细一看他和扎利兹真的好像，用着最优雅的姿态俯视众生。他很庆幸自己走的这一步，至少他看清了皇帝的内心。怎料下一秒就听到男人的警告：身为下人随意试探主子的事我不希望再发生。他的心思居然被看穿了，明明只是利用，可他竟动了真心。扎利兹每天都提醒自己，他是为了报仇才会陪迪伦演戏，可现在他更加确定他不想迪伦死。转眼间到了舞会的第三天，扎利兹正在角落里思考人生，黑毛骑士就走了过来，看他面露难色，扎利兹一眼就看出了问题。他抬起男人涨红的脸：无论什么问题我都可以帮你解决。原来黑毛焦虑的是上次围剿活动解救出来的孤儿们，那些奴隶的孩子们虽然年纪很小，但要是放任不管的话很容易走上歧途，那些贵族都如烫手的山芋般推来推去，是黑毛主动站出来照顾这些孩子，所以给他们找个容身之所就可以了吗？说罢他勾了勾手，一个暗影原地出现，马上召集所有贵族开会。
黑猫没有想到，仅凭帝师大人的一句话，那些高傲的贵族居然真的乖乖的坐在这里开会。帝师大人好帅，把大家召集到这里来，我只有一个要求，在新年来临之前，让那些孤儿住上最好的孤儿院。孤儿院修好的那天，迪伦和扎利兹一同前往漫天飞舞的大雪，孩子们开心的追逐着。忽然，一个小孩停在他们面前：“哥哥姐姐，你们是恋人吗？” 迪伦娇羞的原地石化，扎利兹却见怪不怪的询问：“我们看着像恋人吗？”没等小孩回答，迪伦就送上一把糖果。这孩子真有眼力劲，说话也好听，这样有爱的画面还是他头一次在迪伦身上看到。他的心脏抽动了一下，他果然还是对他动了感情。仔细想一想，他已经在他身边陪伴了6年，久到他都有点习惯了。这时，远处的一个小女孩引起了他的注意，独自拿着铁片坐在树下画画，怎么看都有点危险。他忍不住走上前，我叫扎利兹，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啊？你的小伙伴呢？ 然而，小孩的回答却让他大吃一惊。姐姐，你是人类吗？你身上有精灵的味道。哎，他不知道为什么这孩子能看到这些，不过一直以来，他都坚定地认为自己是人类，即便他曾作为魔剑活了400年。我当然是人了，孩子。是吗？那些小孩觉得我总说奇怪的话。没人愿意和我玩。扎利兹正想着如何安慰他，就听到院长呼喊发灵时了，小女孩也兴冲冲地跑过去。迪伦在远处望着他微笑，他忽然有一瞬的妄想：如果时间静止在此刻就好了。后悔了的哥哥终于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可当他想要挽回的时候，已经晚了。那个渴望家人的孩子。 永远停留在了400年前。当卡胡来询问他扎利兹的喜好时，他发现自己什么也不知道。记忆里的妹妹好像永远都待在房间里。从前，他认为那是他活该，是他害死母亲应有的惩罚。然而，卡胡的那句“你真的是他的家人吗？”他才意识到自己多么不负责任，甚至喝得酩酊大醉的找到妻子：“你生下我们儿子的时候，不是因为他差点死了吗？”你不恨他吗？他剧烈的摇晃着妻子，仿佛只要他说恨，就能证明自己这些年没有做错事的。然而，妻子却狠狠扁了他一巴掌：“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 他强忍着泪水，他真的不敢相信自己的丈夫怎么会有这样可怕的想法。那是他怀胎十月生出来的宝贝啊！就算差点难产而死，他也从未埋怨过儿子。你现在都已经是位父亲了，还不懂吗？是啊，母亲去世的那天，他分明亲耳听见的。就算是要了他的命，也要留下这个孩子。他怎么能忘了吗？母亲一定也很爱扎利兹吧？自以为是的男人，终是低下了高傲的头颅。而现在的扎利兹早已不需要那些虚伪的关心。他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帝师，是剑术大赛上拔得头筹的天才，是连皇帝都倾慕的女人。可有一个人也令他很头疼。 那天在孤儿院的时候，卡胡向他坦白了自己穿越时空的事情。他很确定前世的未来里没有扎利兹，但却出现了一把名叫凯拉的魔戒。这些和您有什么关系？我都会一一查清楚的。按理说卡胡发现了他的秘密，他应该将他灭口。可不知为何，他下不去手。他总觉得比起卡胡，他更不注意的人应该是迪伦。他清楚的记得，在他穿越之前，迪伦曾来找过他，能迷惑住任何人的魔戒，对迪伦却没有作用。这足以证明。 这个人的内心有多可怕？中午，他和迪伦一起用餐，男人提出等他的厨级手续办完后，给他册封爵位。你觉得公爵怎么样？即便是皇帝的老师，最高也只能封侯爵，可他居然给他公爵的位置。可惜他什么都不需要，他要的只是毁灭一切。 隐忍多年的疯批终于表白，老师我爱你。这一刻，他卸下所有伪装，只想把眼前的女人占为己有，甚至为了让老师明白他的心意，他打算挑起战争助兴。扎利兹也没想到，迪伦这么快就有了行动。自从迪伦一世继位后，帝国的经济和政治都达到了全盛时期。即便发动战争，那些国民们也会站出来效忠。可他们并不知道，等待他们的只有失败和死亡。听着男人的作战计划，扎利兹难掩的兴奋。这一天终于要来了，他的一句夸奖更是让迪伦羞红了猪脸。他情不自禁就说出了口：“老师，我喜欢你。”这样的眼神，这样的语气。 再笨的人也能明白他的意思。可扎利兹还是选择装傻了，一句我也喜欢你，就将男人的表白变成了试图间的感情。可明显这一次，迪伦不想就这样算了，他将扎利兹带到后花园，然后说起了魔剑凯拉。他问他那到底是什么，即便知道这个女人对他有所隐瞒，他还是选择相信。老师，我就是想告诉你，只要是你亲口说的，无论什么我都相信，因为从很早开始我就已经爱上了你，不是学生对老师的爱，是作为一个男人想要拥有另一个女人那样的爱。迪伦大胆又露骨的表白，带着炙热的温度，仿佛融化了整个冬天。不过扎利兹并没有回复他。 回到房间后，他就将自己扔进了浴缸。无论如何，他都不会放弃复仇的，却没想到下午男人就送来了礼物，一副他的画像。这幅画他前世就见过，只不过画上主人公是七皇妃。无论是谁，一眼就能看出作画人对他的爱意。扎利兹命人将画挂在钢琴上面。这时皇帝也过来上钢琴课了，看见他正在看追求者的信件，男人毫不掩饰的吃醋了。我倒想看看谁会胆大到向皇帝追求的女人示爱。一旁伺候的侍女都呆住了。陛下喜欢帝师？什么爆炸性新闻？可迪伦却若无其事坐下了，他就是要让所有人知道他喜欢这个女人。 教学期间，他还让人准备了扎利兹小时候最喜欢吃的水果，可他并没有告诉过男人，他又是如何知道的呢？这个很甜，你吃点吧。他亲自喂他，他自然是无法拒绝。接着，迪伦又为他唱起了一首歌，纯洁干净的歌声里，他听到了他的真心，嘴巴残留着的甜味，还有砰砰的心跳。这一刻，扎利兹好像明白了，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人深爱着他呀。他终于得到了深爱多年的女人，陛下，我爱你。近在咫尺的脸颊。
十指相握的双手，迪伦彻底疯了。他不相信幸福会来得这样快。自从皇帝要追帝师的消息传开后，贵族们就炸开了锅。但吃瓜归吃瓜，大家内心还是祝福的。只有一个人仿佛受到了天大的打击，甚至在对练时都无法集中精力。他现在只想找到扎利兹，然后告诉他，不管于公于私，他都要阻止他们。为了帝国的安定，请您不要和陛下在一起。扎利兹也没想到，竟然有人可以一边表白一边谈国家大事，可是怎么能听你的呢？无论是今生还是前世，对他温柔的，把他当人一样尊重的，只有迪伦，他好像明白了，他心里是喜欢他的。抱着这样的想法，他找到男人，怎料想说的话还未出口，脚上的系带就松了。迪伦很自然蹲下帮他。这个帝国的王居然为了他弯腰。扎利兹突然有股冲动，他勾过男人的下巴，然后吻了上去。嘴唇相碰的瞬间，迪伦有一秒钟的惊讶，但很快就反客为主。直到一吻结束，两人相视而笑。老师，你是同意了吗？扎利兹却只是微笑。迪伦知道他能做到这一步已经是极限了，剩下的交给他来就好。他让他明晚去他的房间看烟花。扎利兹很清楚那代表着什么，可他并不想拒绝。沐浴后回到房间，他又看到了精灵们，他们询问他和迪伦的初夜需要帮忙吗？虽然会带来很好的感受，可他还是拒绝了。他不希望借助外力去推动他和迪伦的感情，他要让自己去体验和感受。第二天夜晚，扎利兹如约出现在迪伦的房间。那烟花炸开的时刻，他终于说出了那句我爱你。从很早开始，我就有了和您一样的情感。窗外烟花四溢，屋内的鄙人紧紧相拥。这一刻他们彻底拥有了彼此。当扎利兹再次睁眼时，迪伦在一旁已经偷看他许久。他牵过他的手，轻轻吻了上去，也是第一次喊了他的名字。扎利兹，我们现在是什么关系？碍于宫中的礼法，皇帝是不能有恋人的，所以被皇上看中的女人要么成了皇后，要么成了妃子。可这两个扎利兹都不想要，我们是恋人了。听到这话的男人笑得相当不值钱，他要昭告天下他们的关系，这样就没人再打扎利兹的主意了。当消息传到卡胡尔多里时，不知为何他心痛男人，虽然不想承认，但他好像真的爱上那个女人了。因为已经确定了关系，所以即便还在训练后，他也能旁若无人的开车，就亲一下可以吗？扎利兹终究还是妥协了，他主动吻了上去。谁能抵抗这么温柔又娇羞的小狼狗？这样可以了吗？不够，你还要再吻我一次。迪伦说的自己都不好意思。之后便是他们的第一次约会，他们一起看了歌剧表演，吃了美味的午餐，就像是平常的小情侣似的，漫步在夕阳西下的枫叶林。扎利兹站在风里，美得不真实。迪伦甚至有点害怕，他总觉得自己要是不快点和扎利兹做这些事的话，以后就没有机会了。或许是看出他的不安，扎利兹温柔的安慰陛下，我就在这里，哪里也不会去的。走着走着，他们来到了孤儿院，巨男美女的存在，小孩子一下就围了上来，只有迪伦左右环顾，他在找那天问他们是否是恋人的小男孩。还是小男孩率先看到了他，发糖果的哥哥又来了。迪伦单膝跪地，骄傲地告诉他，我和他的确是恋人。原来他想说的是这个呀。扎利兹在一旁也笑红了脸。突然身后传来沙沙声，金发小女孩惊恐地看向迪伦，有血腥味，她甚至害怕地缩成一团。扎利兹过去的时候，他又急忙捂住嘴巴，我什么也不知道。不知道为何，扎利兹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直到夜晚回到房间，他都还有点疑惑，那股不舒服的劲从何而来？这时他看到了化妆镜旁的卡佩，熟悉的花纹，他一下就想到了那个魔法师金毛，只要撕碎它，你就能马上见到我。难道是魔塔有了新情报？卡片分开的同时，金毛出现在屋里，一见到扎利兹，他又开始疯狂挖人，希望他能加入他们的组织。那要看看你能给我提供什么情报。金毛无奈只得娓娓道来，原来凯拉背后的真正实施者是魔塔，他们想把服下艾希利特碎片的人铸成剑，用人类的双手创作一个神。这个世界其实有两位神，一位是艾希利特，一位则是恶神。恶神本来就是魔法的集合体，扎利兹简直不敢相信，原来魔塔一直在寻找的人就是他，他就是唯一一个在吃下艾希利特碎片后与之融为一体的人。他到现在还记得那群人当时眼中的高兴与贪婪。他举起剑，让黄毛快滚！就算你的情报的确有趣，我也不会加入你。估计魔塔到现在还不知道他这个未来的成功案例已经重生了，虽然不想承认，但他好像就是那个恶神。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一手培养的妻子居然也是艾希利特的碎片，而他作为恶神最终只能杀了他。当金毛告诉他恶神因为嫉妒就将主神艾希利特变成了无数碎片，然而每隔几年最大最纯洁的那块碎片就会以人类的样子诞生，他们的特点便是在各个领域里展现出无法被埋没的天赋。这人说的不就是迪伦吗？直到晚上睡觉，男人在他耳边低语，扎利兹我好爱你，他却没有回应。他很清楚自己是爱这个男人的，但为了不让他死，他只能选择抛弃他。其实他也不是没有想过，如果他和迪伦一起毁灭了帝国，是不是就可以拥有真正的幸福？可现在看来，那些东西又变得虚无缥缈了。看着迪伦毫无防备的睡脸，扎利兹心痛男人，或许这个男人离开了他也可以活得很好了。他只身来到地下图书馆，烧毁了所有关于凯拉计划的书籍。400年前他被迫成为魔剑的痛苦，一手培养迪伦成为帝王，还遇到了记得前世之事的卡胡，那些曾经就像他手上的灰烬一样渐渐远去。等等，卡胡这个一直游离在边缘的人，他要去见他一面。看到他来，男人明显受宠若惊，怎料扎利兹开口就问他还记得前世的事吗？他只记得自己寻找了他好久，其他的事情都没有印象。扎利兹知道他并没有撒谎，虽然从他这里没得到有用的情报，不过还好直到现在他都不知道他就是凯拉。回到皇宫后，他陪迪伦散了步，不出意外的话这将是他们的最后一面。我现在要去处理政务，好舍不得你。没关系啊，明天我们还会再见的。迪伦带着微笑离开，
丝毫没注意到扎利兹眼里的不舍。画面一转，他一身黑袍出现在地下监狱，破旧的大门打开，里面正跪着沦为阶下囚的先皇，他的嘴里还在喃喃自语，明显精神已经不正常了。但奇怪的是，他还认得扎利兹，问他怎么变回人的样子。我不是已经把你铸成一把剑了吗？看来被喂下艾希利特碎片了。他的记忆也混乱了，扎利兹没有再陪他继续玩下去的兴趣。听着，迪特里西一世，你的帝国已经灭亡了，大火蔓延整片大地，你那数不清的子民都化为了灰烬。当然，我也很开心，你找回了曾经的记忆。在男人绝望的哀嚎中，扎利兹一剑解决了他，这个最初把他拉进深渊的人，终于得到了他应有的惩罚。站在熊熊大火里，他心里想的全是迪伦，可他已经完成了梦寐以求的复仇计划，现在也该离开这里了。他只希望迪伦能好好的活下去，那些他们的甜蜜过去，在余生他会一直放心里。凌晨一点，金毛和他们的组织如约而至，扎利兹回头望了一眼皇宫的方向，然后消失在魔法阵中。媳妇跑了后，他就彻底疯了。他不明白，当初那个千方百计接近他的女人，为什么在驯服他后又抛弃了他。迪伦在很小的时候就厌倦了宫里无休止的猜忌与争斗，他觉得一切都没意思。小小年纪的他总是摆弄着棋盘，他想要谁死其实易如反掌，可母妃却告诉他，你不能杀人，知不知道？虽然他很不理解，但还是听话照做。也是那天开始，他收起了锋芒，成了透明的七皇子。直到扎利兹的出现，他见到他的第一面就知道他别有目的。为了引起他的注意，他还特意带了花冠，他以为他只是美丽的花瓶，怎料日渐相处中，他深深被他吸引，他想拥有他。看到别的男人向他献殷勤，他恨不得砍了对方的手，可在扎利兹看过来时，他又收起了那副可怕的面孔。没错，他就是一直在伪装自己。如果扎利兹没有离开他，他愿意一辈子当他听话的妻子，可他还是不要他了。刚收到消息时，他还抱有幻想，手刃了仇人对他的心理冲击一定不小，或许等他消化了就会回来。所以他等待，从春天到夏天，从秋天到冬天，他命人将他衣柜里衣服换了一波又一波，还打了胜仗归来。他满心欢喜的以为他会回到帝师宫和他一起庆祝。然而一年又一年过去，他都没有收到扎利兹的任何消息。虽然很不想承认，但事实就是他真的被他抛弃了。原来那些承诺都是骗人的，什么永远在一起，什么不会离开，他再也不相信了。扎利兹离开的第三年，迪伦彻底疯了，他不惜耗费所有的人力物力，满世界寻找那个女人。只要你觉得自己没错，那就去做吧，不管用什么方法，就算是不择手段也要达到目的。老师，当时的你是这样教我的吧？所以我要把你抓回来，然后关起来，你的自由已经到头了。而这边的扎利兹凭借单方面碾压的实力已经成了组织里的领军人物。在他刚刚加入时，很多人都不服他的处事方式，但在某一天，他凭一人之力打败了组织里的所有骑士，从此大家无条件拥护他。而事实证明，扎利兹确实有这个资格。在他的带领下，魔塔的分支几乎被处理完了，解救出无数的受害者。唯一遗憾的是，每次都让主干跑了。一晃时间过去了三年，这三年里他很少想到迪伦，而男人也没有派人找他，估计是已经把他忘了吧。虽然是他想要的结果，但不知为何内心还是会莫名的失落。就在他沉思之时，房门被推开，紧急报告，迪伦一世准备用国库里的钱支援魔塔的研究。日思夜想的男人就在眼前，可他却很害怕。三年不见，他的温柔和绅士早已消失不见，看他的眼神也充满了不甘与怨恨。扎利兹，你为什么要背叛我？当得知迪伦要资助魔塔的实验时，他除了震惊，更多的是不理解。皇室和魔塔一向势不两立，如今居然要合作。魔塔一旦得到皇室的支持，就相当于给他们按上了翅膀。真不知道迪伦在打什么主意，这样下去的话，凯拉的悲剧一定会再次重演。但或许这又是一个机会，想要得到皇室的赞助，魔塔的高层务必会出现。只要他一击致命，那这就是消灭魔塔的最佳时机。却不知自己已经掉入了男人的圈套。当扎利兹被禁军包围时，他都还不敢相信，原来一开始迪伦的目标就是他。他算准了他不会对昔日的伙伴动手，所以他只能束手就擒，眼睁睁地看着组织里的人一个个倒下。这时迪伦出现了，昔日的恋人再次相见，他竟觉得好陌生。他捏住他的下巴，一遍一遍地询问他为什么离开他，冰冷的表情，命令的语气，这一切的一切都在暗示他不再是从前的迪伦了。如果是他独自一人的话，还有脱身的办法，可迪伦好像猜中了他的想法。德里安、克洛斯、温迪、詹尼乌斯还有佩音，如果你愿意的话，就杀了他们所有人逃跑吧，只要你能做到，我就放你走。他怎么可能下得去手？三年的陪伴，他们一起出生入死，他甚至记得每一个人的名字。看着他沉默不语，迪伦一把将他拥入怀中，决定了，就不要再变了。这一刻，他清楚地感觉到，从前那个坚守着底线的少年不见了。陛下，您好像变了，你一直不回来，难道我知道老死都不该改变吗？再说了，把我变成这样的人不正是你吗？扎利兹紧闭双唇，不知如何回答。希望他成为暴君，他的确是这样教导他的。可是艾希利特最大的碎片怎么能散发出如此黑暗的气息呢？就像是被恶神侵染了一般。这时迪伦下令将组织中的人都关起来，扎利兹慌乱地拦住他，他实在不想因为他的缘故连累无辜之人。可迪伦却并不想听他的解释。老师，我会怎么处理他们取决于你接下来会怎么做，我能做到什么程度想必你心里也有数。从现在开始请叫我迪伦，从今往后你的眼里只能有我一个人。
他终于如愿亲上了媳妇，怎料下一秒就被啃出了番茄汁。老师，您接吻的方式好特别，不过我很喜欢。查理兹挣扎着从他的腿上离开。陛下，请自重。时隔三年，他又回到了皇宫，回想起昨天在宾馆，迪伦再次用组织里的人威胁他，如果他不跟着他一起回来，那些人就凶多吉少。帝国似乎和以前一样，唯一的变化那就是更加繁荣了。可惜，这些工人的脸上都写满了恐惧。他刚进内殿，从前伺候他的侍女就扑了上来。帝师大人，这不是梦吧？您真的回来了。查理兹没想到大家都还记得他。随后他被带到了皇后宫，让自己的老师住在皇后宫。迪伦真的太疯狂了，但他心里也很清楚，现在迪伦根本听不进去任何劝说。既然如此，他还不如走一步看一步。这时他注意到书桌上的首饰盒，里面正是迪伦登基时他佩戴的红宝石耳环。不止这个，从前他真爱的东西，甚至还有许多不起眼的小物件都被人好好的保存着。迪伦应该是一边守着这些东西，一边等着他回来吧。一年，两年，三年，他能感受到他那种令人窒息的占有欲和极致的爱憎。爱情原来是这样厉害的感情吗？让迪伦如此理性的人都这样义无反顾。可即便如此，他也不能留在他身边，即使他每晚也会因为想念弄得彻夜难眠，他依然会选择再次离开。而另一边的卡胡也很烦恼，他从来没有想过思念一个人会这样难受。要是早知道那天查理兹来找他是他们之间的最后一次对话，他一定会想办法留住他。这些年家族给他安排了好多相亲，他都一一拒绝了。母亲大骂着他不懂事，这么大年纪了还不结婚，是想让公爵府断后吗？他又何尝不明白自己身上背负着怎样的责任，可让他在心有所属的情况下再和另一个女人结婚，臣妾真的做不到啊。查理兹离开后，帝国就朝着他担忧的方向发展，领先数百年的统治，百姓都争先恐后的当兵，国内外战争不断，导致大陆动荡不安，陛下也越来越暴躁。他真的害怕有一天他担心的事会发生。少公爵，如果饲养的鸟为了自由飞走了，你觉得应该是怪没有折断鸟翅膀的人，还是该怪制作鸟笼的人呢？当陛下那样问他时，他就知道迪伦仅存的一点理性快要崩塌了。他明明爱惨了男人，却又一心想逃离。当迪伦从身后抱住他时，老师，你的眼里只能看我。他的身体远比他的嘴巴诚实，那些伤人的话还未出口，他就吻了上去。既然很爱，那就放纵一下吧。他感受到他的肌肤既柔软又温暖，是艾希利特最大的碎片又如何？归根结底他都是人类啊。迪伦一遍遍地叫着他的名字，光是听着他都能感受到他的隐忍，压抑了八辈子的情感全部释放了出来。直到第二天天亮，阳光透过窗户照在查理兹惨白的脸上，他在想，难道是因为恶神之心他才会被艾希利特真正的碎片吸引吗？可内心却冒出另一个声音，不，你是因为喜欢他所以才对他毫无抵抗力。他慵懒地起身准备出去透透气，怎料男人从身后抱住了他。你是因为某种原因才抛弃我的吧？他们昨夜那么难舍难分，可天一亮感觉彼此间更加疏远了。他是绝对不会告诉他离开的真正原因的。陛下，我憎恨帝国，但却留了您一命，他又岂会不懂他的意思？还是想离开是吗？那就杀了我吧。杀了我后随便你怎么做。迪伦的话让他难以置信，他对他的爱已经到这个地步了吗？他宁愿他恨他也绝不会下手杀他的。所以他又用吻堵住他的问题。从那天开始，皇帝就将国务抛之脑后，每天都和帝师腻歪在一起，然而却没一个人敢说帝师是红颜祸水，因为就算皇帝没有出面，国务依然被处理得井井有条。深夜当查理兹熟睡后，迪伦独自一人来到地下监狱。黄毛一见到他张口就询问查理兹的情况，惹得某人醋坛子又翻了。你的嘴不配喊出他的名字，只有我才可以。黄毛内心无数个反驳的声音，这个疯子难道不是他先没大没小喜欢上自己的老师了吗？但理智告诉他，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您不要误会，我和他就是上下级关系。当初您和团长在一起时，我还送了你们小花花的，虽然不是什么值钱的玩意，好歹是我一片心意，不是？迪伦懒得再听他胡说八道，我问你，为什么要让查理兹加入你的团体？黄毛本想敷衍几句，怎料迪伦一下就拆穿了他。难道不是因为我的老师曾经是凯拉计划的实验体吗？组织里有凯拉计划的失败体，这是核心才知道的秘密。皇帝已经查到这一步了吗？但他还想再狡辩一下。据他所知，查理兹从小几乎没有离开过罗南府。如果按照您的说法，那他还在婴儿时期就要投喂碎片，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了。迪伦看他还是不愿说实话，干脆直接上大招，一本厚厚的资料甩在了黄毛面前，上面利迪亚三个字让他愣在了原地。你的妹妹利迪亚是第一轮的实验体吧？听说她最后死得挺惨的。如果我告诉你，她的遗体和加害者都在我手里，你准备用什么筹码和我交换呢？后悔的扎爹终于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他泪流满面的跪在地上，卑微的祈求女儿能原谅他。可惜迟来的深情比草贱，查理兹早就不把他当作家人了。原来女儿消失了三年，他也颓废了三年。那天儿子和儿媳争吵的话，他也听到了，他才知道自己错得多离谱。一想到女儿，他就后悔的心痛难忍，每天借酒消愁，甚至荒芜了公事，直到罗南家族的家臣都看不下去了。他和公爵还有去世的公爵夫人，三人还在读书的时候就是很要好的朋友。要是雷切尔看到现在这种情况，会怎么想呢？可听到好友这样说，他心里想的还是对妻子的愧疚，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真正
更对不起的其实是小女儿。好友无奈的夺过她酒瓶。你苦心寻找的梦之道具找到了，它可以在梦里和已逝之人的灵魂相见。我会让雷切尔出现在你的梦里，但见过他之后，你就要振作起来，好好处理公事。公爵看着好友留下的操作方法，当天夜里就满怀期待的进入梦乡。阳光明媚，绿树成荫，雷切尔还是那么美丽。公爵大人，好久不见，他早已哭成了泪人。时隔多年，他没想到心爱之人真的还能活生生的出现在他眼前。雷切尔温柔的替他擦去泪水。公爵大人，我一直都觉得很幸福。我们的三个孩子怎么样了？大儿子亚肯事业有成，前不久还有了儿子，小儿子丹提也得到了正式的骑士职务，不愧是他们的儿子，真令他骄傲啊。那扎利兹呢？是不是已经出落成亭亭玉立的贵族小姐了？她长得很像我们，一定很受欢迎吧？她有没有像我一样去学院读书呢？毕竟我是在学院里遇见你。妻子的这些问题，她一个都答不上来，眼泪无声的掉落，男人愧疚的跪了下去。他从来没有叫过她的名字，也没有抱过她，甚至还暗示另外两个孩子，她是杀死母亲的凶手，是她把女儿毁了。雷切尔还以为他在开玩笑，笑着反驳这怎么可能，可男人的沉默却震耳欲聋，他颤抖着不敢相信。你明明最了解我，知道我有多么爱他，为什么要这么对待我们的女儿？我恨你，永远都不要再见到你。这一刻公爵才意识到自己错得有多离谱，因为难以忍受妻子的离开，所以女儿成了他发泄情绪的出口。他真的不配为人父，可是到如今他又有什么资格祈求原谅呢？醒悟过来的他急忙找到女儿。帝师大人，我想帮你，只要为了你，我可以做任何事。他简直不敢相信，从小陪在他身边的精灵居然是古代的神，还起誓只会侍奉他。可当他在想了解更多时，精灵们又岔开了话题。你让我们送的信已经安全送达了，这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每当他向精灵询问他的身份时，他们总是顾左右而言他。这时他感觉自己头疼难忍，像是有什么东西冲破束缚跑了出来。再次睁眼，面前跪着的是魔塔的高层。尘封的记忆终于再次浮现在他眼前，那是魔剑凯拉大获成功的那人。众人皆在开心的欢呼庆祝，他的灵魂就像狗一样被困在剑里。也是那时他第一次看见了精灵。恭贺星神，凯拉大人终于完整了。被人这样嘲弄也就罢了，现在连精灵都要这样说他，他彻底崩溃了。他才不是神，没有任何人可以定义他是谁。到此回忆结束。配音曾经说过，体内有恶神的人会有一个明显的特征，那就是控制不住对艾希利特的杀意。为了迪伦的安全，他不能再找回更多回忆了，同时也再次坚定要逃跑的决心。今天上午他那么碰巧的遇见了罗南公爵，下午迪伦就安排他和组织里的人一起吃饭。所有人都很清楚这一切都是皇帝的试探罢了，可扎利兹却认为只要善于利用就能抓住机会破局。为了躲开迪伦的眼线，他让精灵分别送出去两封信，一封是给罗南家族。扎爹不是承诺可以为了他做任何事吗？那你就举兵造反吧，这样皇帝才会派出武力镇压，他才有逃跑的时间。收到信的扎爹和儿子们坐成一排，造反的后果是什么他们比谁都清楚，也明白要是扎利兹成功离开皇宫，他们此生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但即便如此，爷三还是一致决定满足他的愿望。深夜，扎利兹一袭黑衣来到魔物森林，这里果然还未被迪伦控制，他要找的人便是可以驯服魔物的拉菲内一族。他们驯服的魔物移动速度甚至比魔法还快，第二次逃跑他必须借助他们的力量。可男人一见到他就举起长矛威胁，你在信上说的可以帮我们找到族里的神物，此话当真？怎料嚣张没两秒就被扎利兹一个无影脚压制。别忘了我们之间是谁在求谁办事。反应过来的白毛以拉菲内的名誉起誓，只要你能帮我们找到神物，整个拉菲内一族任凭你差遣。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爱了多年的女人可能是从未来穿越回来的。迪伦发现自己一直都搞错了方向，那时扎利兹告诉他他和他是同一个世界的人，那句话虽然在他心里泛起涟漪，却并没有让他真的沦陷。他开始动心是因为扎利兹拿来了吸露草，虽然母亲最后还是走了，但至少不再是那么痛苦。可现在看来一切怎么那么巧，母亲刚发病扎利兹就拿来了吸露草，就像是他早就知道母亲会离世似的。不止这些，仔细想想他对帝国的憎恨那么明显，一度让人以为帝国是他最大的仇人。可杀了先皇后，他把目标放在了魔塔身上，只要魔塔之人出现的地方他都会赶尽杀绝，就像魔塔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孽。而他离开皇宫之前唯一烧掉的资料是凯拉计划，他可以理解配音是为了妹妹才憎恨魔塔，那扎利兹又是为什么呢？又是为什么他第一次见到老师时就觉得他像一把冰冷的带着蓝色火焰的魔剑呢？如果抹去所有假设后剩下的唯一可能，那就是扎利兹已经经历过了未来之事。虽然听起来很荒谬，但一切又符合逻辑了。你是不是觉得我对老师执着到失去了理智？此话吓得侍卫们一阵寒战，随意揣测军心可是大忌，给他们十个胆他们也不敢回答。算了，不为难你了。老师现在在干嘛？当听到他整日都待在皇后宫时，迪伦忍不住冷笑。扎利兹会是老师待在一个地方的人吗？看来他现在必须要去见见他了。他失魂落魄地打开门，一把拉开床幔，女人正坐在床上，对他妩媚的微笑。陛下，您找我有什么事吗？我怕你不在这里。怎么会呢？我今天一直都没有出皇后宫呢。即便他伪装得很好，可他还是看到了他眼底的匆忙。他的身上还有泥土的香气，分明是刚从外面回来。但他并不打算拆穿，他要让他心甘情愿地留在他身边。老师，我想拥有你可以吗？扎利兹的手婆娑在他胸前，答案变得不再重要。他很清楚他答应他是出于本能的欲望，也知道即使得到他的人也得不到他的心，可怎么办呢？一样他都不想放弃。他们同时呼唤着对方的名字，至少这一刻他觉得自己离他很近很近。结束后扎利兹独自坐在窗台上，
还记得上次这样仰望星空，还是他刚进宫时。如今他和迪伦之间已经经历了太多，他不知道自己以后是否还能这样爱一个人。是的，他爱迪伦，甚至一想到他，内心就激动不已，所以不想他死。过去的三年，他没有一刻曾忘记过他，不管是那个温柔的少年，还是长大后成为暴君的男人，他都无法释怀。如果他不是凯拉，迪伦也不是艾希利特的碎片，或许他们会有不一样的结果。可惜人生没有如果，他也没有退路。是时候该行动了。媳妇又跑了，他却意料之中的笑了。猫抓老鼠的游戏是时候该结束了。回想起这几天的相敬如宾，两个人都心知肚明，一个想走，一个想留。这样担惊受怕的日子，随着罗南家族的造反彻底被搬上了台面。迪伦骑上战马，飞驰在叛军中，他是为了得到扎利兹才坐上皇位的。既然如此，又怎么会在意造反呢？这次他一定会亲手将他抓回来。而扎利兹这边也与拉菲内家族会合，只要沿着这条路到达国境，他的计划就成功了。一切似乎很顺利，顺利的让他都开始怀疑迪伦是不是故意放他走的。耳边都是风飞过的声音。这时配音发现了端倪，团长，后面有人追上了。扎利兹转头看去，迪伦犹如一匹孤狼出现在黑夜中。众人已经做好了决一死战的准备，反正他们已经越过了国境，可以立即使用传送门离开。扎利兹却命令他们停下，他和迪伦明明隔着几米的距离，可他连回头看他的勇气都没有。陛下，请回去吧。老师，和我聊聊吧，求求您，不会耽误您太久了。卑微哀求的声音让他心都跟着疼痛起来，但他很清楚现在不是心软的时候。怎料迪伦直接点破了他的秘密，您是从未来回到这里来的吧？或者说魔剑凯拉就是您吧？迪伦一直都想不明白，扎利兹千方百计的把他培养成暴君，却又在成功后离开。可这些天通过他反复的推断，他已经找到了答案，那就是扎利兹曾经受到了皇室和魔塔的迫害，重生过后的他发誓要毁了帝国，只不过爱上迪伦成了他精密计划中的意外，所以皇室的血脉他唯独原谅了迪伦，也只保留了他的性命，这点就成了他挽回他的关键。扎利兹，就算你杀了我也没关系，我不在乎你是不是凯拉，也不在乎你会不会把我交换，更不在乎你是不是在利用我。无论如何，我都爱你。男人热烈而真挚的告白，让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即便已经知道了他是恶神，他还是这样义无反顾。他为什么会如此爱我呢？这一刻，他承认自己被打败了。这无条件的温柔，这赌上一切的奔赴，他紧绷不横断了。而对面的男人也哭成了泪人。可以吗，扎利兹？就算是在你身边做一条狗，只要能每天看见你，我都毫无怨言。求求你了，你是因为自己是恶神，害怕我会死了。我答应你，绝对不会的。我会解决好一切，什么都处理好。你只需要待在我的身边就可以。我不会再试图占有你，我会尊重你的所有决定，还有你的组织，我也会好好相待。只求你留下，可以吗？为了求媳妇不要走，病娇皇帝不仅哭成了狗，甚至还定下以生命为代价的契约。我保证绝对不会伤害你，还有你的小伙伴。他扬起布满蓝色纹路的手臂示意，瞬间他身后的军队全部丢盔弃甲。如果违约，陛下只有一死。即便如此，您还要坚持吗？男人幸福的笑了，他甘之如饴。扎利兹投降了，这个男人为了他连命都可以不要，他又怎么忍心再次拒绝他？但期限就在击垮魔塔为止。看着女人的背影，迪伦嘴上说着谢谢，可内心却冒出另一个声音：老师，你是我一个人的，只要他在他面前示弱，他就会心软，他是绝对不会放他走的。回到皇宫的众人还不敢相信，皇帝不仅给他们安排了如此豪华的府邸，还赦免了罗南家族的谋逆罪。不过最让他们震惊的还是迪伦说团长是凯拉这件事，这怎么可能呢？而躲在门外的扎利扎刚好听到他们的谈话，看来到了坦白的时候了。你们听到的没错，我就是凯拉计划中最完整的试验体。听到此话的众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等一下，这也太荒谬了吧！配音刚想反驳，扎利兹的周身就释放出强大的恶意，他严肃的样子又怎么会是在开玩笑？可这真的符合逻辑吗？凯拉计划是一项将活生生的人变成剑的实验，如果实验真的成功了，那你怎么还会以人的形态出现呢？对于这一点，扎利兹表示他暂时还不能说，不过你们要是想走请自便，毕竟组织里的成员大部分都是好不容易从凯拉计划活下来的幸存者，现在让他们追随他们一直仇恨的东西，估计是人都不能接受吧。看着配音还在质疑的表情，扎利兹把他叫到了一边。不管你相不相信，你真正该保护的对象其实是迪伦，他才是艾希利克真正的碎片，去保护他吧。配音，这是他身为恶神一辈子都无法做的事。第三天，扎利兹一身蕾丝长裙出现在餐厅，明明才几天不见，迪伦却觉得如隔三秋，时间仿佛又回到了三年前。那时他也说了这句话：扎利兹，因为没看到你，我感觉时间的流速都慢了。回想起那天他哭的样子，到现在他都不敢直视他的眼睛。餐桌上还是他曾经喜欢吃的食物，两人就这样无声的用餐。无论他如何隐藏他内心的秘密，迪伦最终还是会找到答案的。那么在他发现之前，他就先保持沉默吧。怎料下一秒，男人又问了他那个问题：扎利兹，你为什么要离开我？媳妇终于向他坦白了所有。原来重生之前的扎利兹一直都过得很痛苦，因为母亲难产去世，他就成了家里的罪人。即便他拼尽全力想要得到家人的爱，可最后还是没有得偿所愿。他的梦想是成为骑士，大家却都说他不行。好不容易遇到认可他的皇帝，他发誓将效忠于他，却遭受背叛，被人活生生练成一把剑。他被迫杀了无数人，被困在剑里400年，
他无时无刻都在煎熬，他把自己烂泥一般的过去全部都告诉了迪伦。当他再次问他为什么要离开他时，他就发现他再也说不了一点谎。因为我想保护你，因为我爱你陛下。他第一次毫无保留的向他说出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他不知道像迪伦这种对任何事都冷静的可怕的人听了他的叙述后会作何反应，估计会轻声安慰说那些都过去了吧。怎料迪伦却很激动，他的嘴角甚至抱起了青筋。就算那些人已经死了，我还是想把他们拎出来剥皮抽筋。扎利兹感受到了一股强大的史无前例的愤怒。我可以骂他们吗老师？他很生气，还要骂人，这还是迪伦本伦吗？但很快他又看向他，老师，你不是恶神，也不是什么魔剑凯吧？对我来说，你就是和我一样的人类。我能理解你为什么要抛下我。扎利兹曾经教过他，如果想要完整，那么就要一成不变，所以只有死亡才会将人变得完整。要是他能死在扎利兹的手里，这简直就是世上最完美的爱情故事。他甚至忍不住将内心的想法说出来，老师，你有没有想过要杀掉我？扎利兹原地愣住，杀死这么惹人喜爱的他吗？开什么玩笑，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他的离开就是为了让迪伦更好的活下去，即便时光倒流，他还是会做同样的选择。但此时此刻，他想告诉他，您是第一束照亮我的光，是我绝对不想失去的人。如果必须要他双手沾满鲜血才能救他，他依然会义无反顾，并且也只会救他一个人。对我来说，陛下您就是如此重要的存在。明明被媳妇抛弃了两次，可他还是爱得无法自拔。当亲耳听到媳妇为什么离开后，他没有愤怒，有的更多是心疼。为什么都不告诉我？你自己一个人承受这些不累吗？扎利兹从未想过，这世间竟有一个男人会如此爱他，即便知道了他的全部，知道了他肮脏不堪的过去，还有他睚眦必报的性格，这些都不曾半分动摇过。迪伦那颗爱他的心，不管是和他有着血缘的家人，还是他发誓要效忠的皇帝，这些人都不曾带给他的温暖，迪伦却在此刻给他了。他的爱是那么不顾一切的热烈，被他拥入怀中，听着他心脏跳动的节奏，扎利兹第一次体会到，原来爱情真的可以温暖一个人。他那千疮百孔的心，此刻也跟着一起跳动了起来。迪伦扶他在一旁坐下，他非常理解扎利兹对魔塔的仇恨，也支持他继续那样做。但是有一点，他很好奇，我到底是什么？海拉为什么想杀我？扎利兹知道是时候该告诉他真相了。您是真正的艾希利特碎片。怎料迪伦听后并无意外，原来他早就知道自己的身份。大约在24年前，迪伦的母亲还是沙恩王国的公主，那时全国上下几乎无人相信死去的神艾希利特，但七皇妃却一直怀着信仰之心。她是沙恩王国最后一位善良且温柔的圣母，然而她的信仰很快就坍塌。在她的国家被攻陷时，在她被强制带走时，她崇拜的神并未救她脱离苦海。从此她抹掉过去，成了帝国的七皇妃。在怀上迪伦第三个月，她做了一个神奇的梦，梦里她孤身一人来到艾希利特的宫殿，神散发出的七彩光芒让他感觉好温暖，就像回到了故乡。这时有个毛茸茸的东西蹭了蹭他的大腿，一只通身黢黑的白毛雄狮，嘴里还叼着一只死掉的老鹰。媳妇说要保护他，他却难受的哭了。比起死亡，我更在意的是你不在我身边。原来迪伦三岁时，七皇妃就已经猜到他的身份了。小小年纪的他，在各方面都很出色，甚至连天才二字都无法形容出他的优秀。他不仅过目不忘，还能敏锐的洞察别人的想法和行动，象征着艾希利特的狮子，还有象征着艾希利特敌人的黑鹰。难道意味着迪伦身上有关于艾希利特的某种东西吗？在神话里，艾希利特的敌人一旦出现，他的性命就会受到威胁，所以那个梦是一种警告，迪伦一旦暂露头角，就会因为引起注目而死。扎利兹也没想到七皇妃在那么早之前就已经预料到一切，所以才会留下那样的遗书。从结果来看，他的判断也是对的，因为迪伦最大的敌人也就是他，恶神凯拉。怎料这时迪伦却询问他，曾经作为魔剑生活的时候是不是很痛苦？你是怎么知道未来的？卡胡告诉我的，早知道他当初就该灭口的，可男人已经猜到了所有。你是为了保护我才离开我的对吗？听起来多么可笑，他离开他居然是因为爱他。就在他以为男人会无语时，迪伦却哭了。我很开心，感觉很幸运，因为你想保护我。他现在已经完全摸透了扎利兹的性格，只要在他面前示弱，他就会乖乖的就范。我因为你的存在而开心，老师。说罢他便吻了上去，炙热的感觉让扎利兹莫名的心慌，他甚至找不到词汇来形容，只能用力地抓住男人的手。扎利兹，我可以再吻得热烈些吗？他用主动回答了他。结束后，迪伦紧紧地抱住他，那时候我应该陪在你身边才对。其实我今天给你准备了礼物，是情侣对戒。在他惊讶的目光中，迪伦帮他戴在无名指上，以前他只听说过，没想到现在自己也经历了。我也帮您戴上吧，陛下。扎利兹有种说不出的感受，他明明只是帮他戴一下而已，却感觉像被某种力量束缚住一样。您要不要留下喝点茶再走？迪伦有点受宠若惊，媳妇主动留他过夜代表什么不言而喻。果然这样美好的夜晚如果不做点什么，那也太可惜了。千方百计抓回来的媳妇却一直在提别的男人。够了，扎利兹，现在陪在你身边的人是我，不要再聊卡胡了好吗？扎利兹和皇上一起约会回来，所有人都恭敬的行礼。陛下，我可以和玛丽说两句话再走吗？迪伦笑得像个二傻子。当然没问题。在扎利兹的暗示下，玛丽来到走廊。组织里的人回来了吗？没有，目前为止一个也没有。虽然是他说的想离开随时可以，但至少佩音会明白吧。就算他现在接受不了，可只要他想明白了，就一定会回来保护迪伦。理清这一点，扎利兹回到会客室，他忽然想起有件事没告诉迪伦。既然那天他们达成共识，一起面对未来所有的事，那他们之间就不该有秘密。关于卡胡的事，我还未给您说过，我和他聊过好几次，
却始终搞不清楚他是怎样的存在。迪伦倒是没想到媳妇会主动和他聊起情敌，但他还是很快调整表情。我也不明白他为什么保留着前世的记忆，他以为这个话题到这里就可以结束了，怎料媳妇却有种刨根问底的架势，接二连三的聊到那个男人。控制不住的他轰的一声将茶杯放在桌上，然后牵过他的手，我们能不能别再聊他了。虽然他一脸笑意，但查理兹还是听出了愤怒。迪伦吃醋了，他默默收回自己的手，脑海里还在不断思考。这时迪伦告诉他消息，现在存在着秘密魔塔，查理兹的心都漏了一拍。他没懂迪伦话里的意思，他们来找过我。在他失去查理兹快封时，秘密魔塔找到了身为皇帝的他。从查理兹紧张程度来看，他确实不喜欢他和魔塔有关，但通过这个诱饵能把媳妇抓回来，他不后悔。您就放心吧，我们不是说好了吗，要一起消灭魔塔。之前没阻止他和卡胡联手，他就很懊悔，这次说什么他都不会再给他们机会了。只要复仇结束了，他就可以彻彻底底的拥有查理兹。请您相信我，老师，我是绝对不会让您失望的。